上的解釋呢都仲未曾有，可能要禮拜一才知道。但是就昨晚和今天呢，醫院方面和警方呢就都會認為是他死因呢是無可疑之處。咁突然的死去，你會不會覺得有意外？當然大家都覺得非常之意外和震驚啦，因為他昨日成日和前幾天我見到他都是一啲跡象都冇，即係身體非常之好，任何嘅唔正常嘅情況都冇。有啲人講話佢最近喺片場啊，或者即係其他方面咧，鬧下脾氣咁，你所見會唔會？佢今年五月咧，佢就發生過一次咧，係嘔吐同埋抽筋，當時係喺片場裏邊做緊紅針苦鬥配音，咁啊配到一半咧，佢忽然嘔。扭完之後呢就抽筋，咁嗰時咧就即刻送入去浸信院，又係我送佢入去嘅。咁經過急救之後，當時情況相當危險嘅。經過急救之後咧，就救醒翻，跟住佢就喺法國醫院住咗一個禮拜。咁但以後出嚟檢查身體又冇乜事啦，又認為冇咩特別嘅唔妥嘅地方。咁至於講佢脾氣咧，我都睇到報紙。有些報紙話佢係接受過咩手術啊，或者汗腺啊，以後影響脾氣啊。對照我嚟講咧，我唔覺得，我覺得冇乜咁有咁嘅，冇乜可能嘅呢件事情。而且我